今天呢是一期粉丝指令的特殊挑战，化身海岛刺客杀人于无形之中，用枪口只能装消音器的枪支机。枪口嘛，一般能装消音器、补偿器和消音器三种。但你们知道哪些武器只能装消音吗？在评论区给我说一下呗。飞顶上呢，一般都刷 AK 和 SCAR。我需要的枪呢，上面不太常见，就不去了。M16能装的枪口太多了，不行。等等 ，VSS， 我想想啊，自带消音器就是它呀。至于伤害嘛，参考搓澡和针灸。哎呦，飞船上的钢枪选手被打下来了。哎，旁边的 AK 也不能用。炸完了是吧？哼，该交作业了。搜了一大圈啊，终于找到了第二把任务枪汤姆逊。其实能装消音的呢还有狗子，但能不能拿到还得看运气，所以就你懂的啊。不过咱这身装备啊确实挺拉的，伤害低，想拿人头呢全靠泼水。哇，这么浓的烟，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有人。虽然吧偷袭确实不怎么好，但是我忍不住呀。哦，直死，没有舔猫的动作，这个位置应该是在卡别人视角。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。楼上肯定也有人。嘿，果然。绕外面去，视野宽也好打一点。嗯？嘿，搁这儿 cos 蜘蛛侠呢。这敌人呢也还蛮有脑子的，要是没出来呀，没准死就是你。有句话咋说来着，要做一个成功的刺客就得学会隐藏自己，锁定目标一击必杀。喏，就算是淘汰王他也逃不掉。哟，在我眼皮子底下杀我粉丝，名字呢我记住了，下个暗杀目标就你呢。我用的是消音枪，他们指定没发现我。打个赌，我数三个数，他们必回来。OK， 预备，三、二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嘿，我就知道。哎，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绕一下，打个侧身。看来这货要被队友问候族谱了。Oh no！ 哎呀，本来是拉垮了一局，想不到打得这么顺手。哼，那这盘烤鸡，准备准备，变刺。评论区告诉我吧，拜拜。